大家好，我是周海瑜 Joanne Chow， 我是 Magic Design 的创办人。我今年很荣幸来香港设计师协会邀请做评判之一，我是环球设计大奖的评判。今年的参赛者的内容很丰富，你们的主题包括教育、环保、饮食和身心健康。我对这个题目之前一直都不了解的，不过多谢你们给我有新的学习和新的体验。我们对你们的平面设计、活动设计、Apps 的设计和室内设计呢，是看了很多不同你们的内容，也都觉得你们对这方面的东西是很有了解、很有缘分。其实有一份热情一啲都唔容易，尤其是喺疫情嘅时间。所以咧，我哋希望你哋嘅作品可以受到业界同社会上嘅认同。希望你哋嘅热诚系喺实践上系诞生。我期待你哋嘅作品，亦都系想喺呢个机会度恭喜你哋每一位嘅人嘅努力，因为冇你哋都唔会有设计。希望我哋嘅专业上同你哋嘅新进嘅设计师来可以努力带俾我哋生活上同作品上有新嘅体验，亦都希望可以带俾香港社会有新嘅气息。多谢晒，同恭喜晒。